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太久了，就为了这一天。那些女的到底什么路子？管他呢，反正明天开始行动，我就把他们都宰了。 你们俩是不是特种兵？是不是特种兵？啊，特种兵是不是？啊，特种兵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不怕你特种兵，知道吧？啊，特种兵什么了不起？特种兵什么了不起？啊，知道吧？哎哎哎哎哎哎！我去你的！哎哎呀妈呀！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就死了。切，不本来可以宰了他的。切，看你这狼狈样，宰了谁呀？喏，进口的。哎，这些是什么人？反正不是好人。走吧，找云去。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再废话，我们就得死了。走吧。
Cosa?对，他死了。我第一次见死人。给，拿着。干什么？你不是擅长手枪吗？拿着。那人跟靶子是不一样的。笑笑，你听着，我现在需要你。我们得出去去找我们的战友。你秀逗了，你还要出去啊？那不等于找死吗？你是中国特种兵。我杀人了？不是杀人，是杀敌。走，快走，我们得去找战友。妈呀，我杀人了！你快走吧，这不是演习了，快走。有枪声，你说什么？有枪声！别逗了，这哪来的枪声啊？真的有枪声！去。我们投降了，投降投降。不是说他们是高手吗？也不过如此。走，去大堂。
跟外界取得联系才行。谁都没有手机啊。叶存心肯定有，谁知道他在哪儿啊？我还活着，还有我。你们还活着？我不是说好了吗？同生共死。你手机呢？在这儿，快打110。对啊，这一打仗我差点忘了。真智商。你好，110，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情人岛度假村打仗了。什么？情人岛度假村打仗了。不好意思，我没听明白。小心！有枪战。不是跟你说了吗？情人岛度假村打仗了。是情人岛度假村吗？请不要挂机，我们马上派警员过去。中心，猛虎突击队已经出动，请告知什么案情。猛虎，情人岛发生枪战，有自动武器。知道了，快去机场，我们要空降情人岛。是。说不说？我没有你要的东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但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乱杀人，我只找我要的。只要你们不乱跑，不乱动，不会有生命危险，你们都能够活着。什么？情人岛遭遇恐怖袭击？为了赵云明，一定是为他。快，我们去情人岛，马上通知韩青，跟他们一块去。明白。好。
男神，我们在打仗。你那儿怎么会有枪声？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情人岛。那是什么地方？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被敌人给封锁在房间里了。我们全队女兵都在这儿，我身边有三个，其余四个项目部门。马上把坐标发给我，我立刻向司令部报告。这什么来着？打仗了，马上通知下去。是。我们必须马上去看场，何不行，跟我来。我幸会，你胸比我胸大，目标显眼，可以了吧？胸大有错吗？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你只有一次机会。你的枪能打那么远吗 ？MP 五的稳定性高，首发射击命中几率大，你要相信我。信就没命了。你们俩不要贸然行动，我有把握，不然我们会一直在这被憋死的。你俩先撤，我和云雀掩护。这次真的死了，你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了。三、二、一。完了完了，二死了还是活着？怎么样，都没事吧？没事，继续前进。我说你有谱吗？有谱，主动一般都有后门的，我们可以直接出去。可是他们有看守的呀。我们当然又不是烧火棍。姐们，我们可是在一个岛上，难不成地下五出去之后也会选？武装程度，咱们又不是没练过。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先出去。找援兵，这样等我们出去看出路，就带着援兵过来再杀。想不到你还有战略思维，很开心。要不是白叫，得解决问题才行啊。
我们现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必须想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们，我们的战友还活着吗？少说丧气话！火凤凰是浴火重生，我们没那么容易死的。妈妈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是夜总会。现在还活着的人吗？哎呦，这我可不知道。夜总会在哪儿？就在楼上。你带手机了没有？手机没来得及带。夜总会有吗？肯定有。刚才有人被杀的时候，我看见手机就扔在地上了。好。我们要找到手机和外界取得联系。那他怎么办？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我们绝对不想杀人。你就在这待着，不要动。走，我们得赶快去找手机。我告诉你，就在这儿，不要动。我不动，不动。干什么呢？别跟他演自己的！我去，莫洛托夫鸡尾酒啊！我吃不饱啊！快走！啊！我说你出什么馊主意啊！我哪知道他们去往后门，就在悬崖边走。哎，你怎么能当俘虏了？他们，赶快报告叶哥，他们真不是简单人，要小心了。走。野狗，野狗，紧急情况，紧急情况！野狗，野狗，紧急情况，紧急情况！说，有两个女的从厨房后门跑出去了。后门是在把守。是种狗他们，他们挂了。嗯。有意思啊。这两个女的不简单，身手了得，而且会制作燃烧弹，我们的损失很大。后门不是悬崖吗？是，他们跳崖了。根据他们的身手，我想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摔死。
知道了。其余的那几个女的呢？一个也没找到。刚才我呼叫了一下，去他们楼层搜索的小组都中断了联系。他们出事了，要不我派人上去看看。马上封锁现在我们控制的出入口，设置防线。警察马上就要来了。那那些女的怎么办？他们的底细你查到没有？非常奇怪，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全是一样的，经过查询，证件都是真的，但除了地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军人，军人，只有军人才查不到身份证的相关信息，却显示是真的身份证。军人，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女兵，或是武警的特战女兵。我想只有这个解释才是合理的。那中国军方事先知道我们的行动？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是知道的话，我们根本进不来。就算是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也不会傻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杀害游客、绑架人质。这个后果他们承担不起。有意思，我们把训练有素的中国女兵特战小组封锁在了我们的防区里。人算不如天算。断气了，把他手机捡起来，注意搜索可能遗留的手机，我们后面跟外界联系就靠他们了。喂，小宝，接电话。喂，我是特警突击队冯峰队长，我们正在赶往情人岛，请问你的身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特战基地火凤凰女子特战队教导员谭小林少校。少校，有特种部队已经在行动了吗？不是，我们是来休假的，遇到了恐怖袭击，现在被困在情人岛度假村里面了。现场什么情况？这里有一支来自境外的足球队，他们都是恐怖分子。他们持有 MP5、M249、M14 等重型武器，训练有素，大概30人左右。他们穿作战背心，下手凶残，动作果断，已经有不少无辜百姓伤亡。我们和他们交过手，但是还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你们的人什么情况？我们一共8个人，都是女兵。我身边有3个，其余4人下落不明。不过我相信他们仍然在与歹徒对抗。另外，我们单位还有一名男性军医，可能已经遇害了。我们会尽快到达现场，希望你们能稳住阵脚。在我们抵达以前，希望你们能保证自身和人质安全。另外，我会向上级报告，我们会与军方联系，把你们被困在现场的情况转告你们的上级。我们已经向基地做了报告，相信他们很快会与你们联系。好的，切记保护好自身和人质安全。好，我们正在寻找安全的据点，以便长期作战，等待你们的到来。通话暂时结束，我们要去寻找我们队友了。好的，少校，注意安全。好。
走。火凤凰女子特战队，女特种兵，反社。看样子不是，他们和匪徒已经交了手，匪徒有伤亡。不管怎么说，有特种兵在里边，还是一支完整的特战队，都是一支可以里应外合的力量。总部，我是猛虎，我有紧急情况报告，我们需要与军方取得联系，是他们的特种兵报的警，里面有他们的九个人。猛虎，军方已经和我们联系了，狼牙特战基地的雷电突击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也会参与这次行动。哦，雷战也来了？雷神？对。总部，我明白了，我们能搞定，为什么要军方的特种部队参加？里面有他们的九个人，他们肯定是要来的。哼，就那么几个毛人，现在倒好，两家一起分，还不够过瘾的。别掉以轻心，恐怖分子能把重武器运进情人岛，不会是简单角色。大家听着，打起精神，准备恶战。是。是，雷神，这就是情人岛的资料。怎么会是他？对，是叶钻心的母亲，这儿是他的产业。哎呀，都搅和到一起去了。根据对面传过来的情报，现在匪徒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尽量的小心。哎呀，也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目前咱们还是四个人下落不明。他们一定是在战斗。你这么相信他们？他们是我们训练出来的，他们一定是在战斗。他们现在非常需要我们。人人，这里是狼穴，我们已经接通警方负责人。好的，帮我接过来。雷神，我是猛虎。猛虎，没想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通话。怎么样，现在有进一步的情报了吗？我们正在路上，刚才你手下的那个女少校已经和我通话。他们现在正在寻找另外四个人，准备具体带人。目前警方的反恐应急预案已经启动，各个警种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情人岛。我们的飞机大概还有十分钟。猛虎，我们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到达情人岛，我希望和你们进行联合行动。猛虎，你明白吗？明确，我已经收到上级指令，与你联合行动。只要人质没有致命伤亡，我会下令包围度假村，采取警戒设备，等待你们的到来。太好了，非常感谢你，希望我们精诚合作。精诚合作。我相信他们，同样，我也相信自己。
我们是特种部队，还有人活着吗？有姐妹还在更衣室。你现在身上有手机吗？也在更衣室。可以带我们去吗？你们真的是特种兵？如假包换。我们是特种兵，没事了，跟我走。我爸。他们是特种兵。你们有手机吗？给我征用一下。你们待在这儿，不要出声，不要乱动。里面那个用手机发信息给公安，告诉他们你们的位置，记住了吗？那你们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你们真的要去对付他们？你忘了我们是军人，记住了啊。我们要一个不就行了吗？有用。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只有希望聂海林那个网虫带手机了。你去。谁来的？不知道，本地号码。接不接？接。喂，哪位？是我。我去，你没死啊？废话，我当然活着。你咒我点好是不是吧？对不起，对不起。谁？芭比。哟。喂，你现在在哪？什么情况？云雀吗？报告，我们现在在夜总会，外面一片混乱，到底怎么了？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恐怖分子已经展开了行动，我们被卷进来了。你身边还有谁？还有奢香。我们这边有三个人，狄沙子、灭海林和何露雪。开心果和文香呢？我没有看见他们，我这儿还有四个活着的人质呢。你待在原地别动，我们过来会合你。明白，那我们建立防线。走，我们去夜总会跟他们会合。开心果和文香是不是出事了？火凤凰没那么容易死。走吧，走。你们有手机吗？给我征用一下。你们待在这儿，不要出声，不要乱动。里面那个用手机发信息给公安，告诉他们你们的位置，记住了吗？那你们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你们真的要去对付他们？你忘了我们是军人，记住了啊。我们要一个不就行了吗？有用。哎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只有希望聂海林那个网虫带手机了。谁来的？不知道，本地号码。接不接？接。喂，哪位？是我。我去，你没死啊？废话，我当然活着。你咒我点好是不是吧？
对不起，对不起。谁？芭比。给我。喂，你现在在哪？什么情况？云雀吗？报告，我们现在在夜总会，外面一片混乱。到底怎么了？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恐怖分子已经展开了行动，我们被卷进来了。你身边还有谁？还有麝香。我们这边有三个人，狄沙子、灭海林和何露雪。开心果和文香呢？我没有看见他们。我这儿还有四个活着的人质呢。你待在原地别动，我们过来会合。明白。那我们建立防线。走，我们去夜总会跟他们会合。开心果和文香是不是出事了？火凤凰没那么容易死。走吧，走。人手不够，不能够对全岛进行封锁。我就想知道，这警察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这儿出事儿了？哎，我们得移到那个岸上去才行。那个岸，你没找错吧？游过去，最起码要5公里。中国女兵，永不言败，冲啊！时辰进来了，不用。怎么办？来的时候就没想活着回去。明白了，布置防线。请大家安静，和我一起静静的等待。如果你们要是轻举妄动，这颗炸弹就会落下，会把你们送上西天，你们会粉碎，和空气融为一体，消失。谢谢。赵云明怎么样了？还没开口。但看好。是。野狗，他怎么样？他还是不说。赵先生，你好。我说过，我没有你们要的东西，我都交给政府了。我是科学家，
我不想沾无忌的边儿，我求求你们放过我。赵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位科学家。我真的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您不需要和我说这些，真的不需要。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吧。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吧？我给你示范一下。赵先生，我是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位科学家，而我呢，我是一个艺术家。你看看我的手，我是弹钢琴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我从小就弹，很小的时候，梦想您知道吧？那是我唯一的梦想。我无数次在梦里把自己弹疼了，疼得醒过来，直到有一天看到了吗？直到这一天，我再也弹不了钢琴了。从那天开始，就带着这个东西夺走我手指的刑具，因为我知道人忍受痛苦的极限，对吗？不，你不能。快告诉我密码。我真的不知道。家长，你放开我！放开我！救救你！放开我！放开我！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我求你，可以告诉我了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里面，狙击小组就位。
特种部队来了，发信号给他们。我看见他们了，公安特警发信号了。终于，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跟我一起下去。是。好嘞。过来。哎。特种部队来了，怎么办？开枪吗？不能开枪，他们会按照规定封锁这儿，试图跟我们谈判。一旦开枪，他们就会直接打进来。我们不能做蠢事儿。要给野狗争取时间，大家打起精神。妈妈，坚持住我们吧。妈妈，妈妈加油。妈妈，妈妈，妈妈加油。妈妈，谁来救救我妈妈？妈妈，谁来救救我妈妈？坚持住，妈妈，妈妈，坚持住，妈妈，妈妈。干什么？需要医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医生。你是医生？对，我是医生，军医。我熟悉墙上的旧址，他现在需要医生。我想你也不想就这样让他死去吧，最起码他是你们的一个砝码。你很勇敢，在这种场合承认自己是个军人。我是军医。军医就不是军人吗？是军人，是军人。你不怕死吗？我怕。可是人都那样了，我能不救吗？我如果在这儿装下去的话，他就要死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就佩服有勇气的人。虽然我现在知道你是个军人，但是我可以免你一死。去救他吧。看好他，有任何轻举妄动就毙了他。走。不要怕，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莎莎。莎莎，这是你妈妈对吗？叔叔是军医，我现在来救治你妈妈。
不要怕好吗？叔叔，我都听到了，我知道你是个解放军。对，我是解放军。解放军叔叔，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妈妈！我现在把你的妈妈抬到这边查几声好吗？好。帮我抬一下，我需要人帮忙，我需要人帮忙。坚持住，妈妈！我需要人帮忙，我来吧。你想死？我去帮他。让他去，快快！他怎么样？妈妈加油！他怎么样了？血回流到肺里了，得想办法把他胸口的血给放出来。你去找一个管状物体，要尖锐的，能插进胸口的，快！这个行吗？行。莎莎，把眼睛闭上，转过去，按住他。放松呼吸，放松呼吸。他得救了，血放出来了。没事，猛虎，来得真快啊！我接到下属的求救电话之后，就登记待命。上面一下命令，我就直接飞往这儿。现在里面情况怎么样？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打不进去。警方的大队援兵应该很快就到，他们是坐船来的，我们局长和各处队的领导也都在船上，准备成立一个应急指挥部。放心好，我们服从指挥部的命令。真不好意思啊，让你的人困在了里边。有一支完整的特战队现在被困在里边。其实现在我们应该把坏事变成好事，正好打他一个里应外合。如果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反而还打不进去。说的对，我们现在进不去，就靠你的特战小队给我们提供情报了。不是我的特战小队，它是一支独立完整的女子特战队。你们真的组建了女子特战队？没错，火凤凰。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他们会有实战的一天。但我真的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不要！我想告诉你们，我想告诉你们，真没想到一个科学家的骨头有这么硬。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我全都告诉你们，全都告诉你们。放开他。我说我全都告诉你们，全都告诉你们。我知道，别紧张。那你告诉我吧，你在瑞士银行存放基因样本和全套试验资料的密码是多少？艾利克斯，艾利斯，A8761-01-12
谢谢。你现在和我有一样的痛苦。你理解我的感受了吗？嗯，不想杀人，更不想害你，但只有痛苦才让我感觉还活着。丹丹，他怎么办？先留着他，让他痛苦，也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如果现在就把他杀了，说的是假的，不就什么都没了吗？明白了。我对人类犯了罪。我看见你了，就你自己啊！我们都在呢。哦，哎呀，这样怎么了？小意思。哦，谢天谢地，你们都还活着呢。火凤凰没那么容易死。就你们两个人吗？我们是一路从房间杀过来的。开心果和文香呢？不知道啊，他们好像是去健身了，然后就发生枪战了。然后我们就上到这儿来了，现在我们怎么办？跟警察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杀出去。我看见我们的直升机了，雷神也来了，太好了，有救了！快建立防线。注意，发现可疑目标，控制他们。哎，自己人，自己人啊，自己人啊，别开枪啊！这个时候打电话，谁？我妈。你妈？我不知道她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这是你妈公司名下的产业，她不可能不知道。快接电话。喂，老妈，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啊？存心，存心，你打的太不是时候了，我在执行任务呢。什么？你在执行任务？哎呀，没时间跟你多啰嗦，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啊！我手机快没电了，就这样，我很好，再见。不行，又来！张总，张总，你别着急，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是我的孩子。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是一个新组建的隐秘恐怖组织，成员大多数都是外军退役的特种兵，拥有实战经验。这个小组几乎就是一个影子组织，我们查不到他们任何资料，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政治诉求。在这次事件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国展开过恐怖袭击，所以反恐部门一直认为他们不会攻击中国。这次你们的判断就大错特错了。这道局长，是我们的错。现在我想知道，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次危机？他们非常清楚各国警方的应对措施，通常的突击与谈判，
都在他们的预计当中。那么我们就不行动了吗？当然要行动。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按照预定方案行动，因为他们早有准备。而且我相信，他们既然能够来，就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会想方设法的歼灭他。特警的意思呢？报告，局长，被困在度假村里的游客有九人是雷战少校的部下。哦，狼牙特战基地火凤凰女子特战队全体队员，还有一名军医，都在度假村里边。特种兵成为人质了？报告局长，现在他们还不是人质。据我跟他们联系的情况来看，他们现在正盘踞在夜总会里，随时等待出击的命令。这么说，我们在里面等于有内应了。局长，这点你没说错，他们是我训练中。那太好了。女子特战队都是女兵，他们行吗？局长，我信任他们就像您信任您的部下是一样。我需要他们成为我们的眼睛和匕首，在敌人的心脏当中开始战斗。明白。你坐下。是。是。现在我想知道人质和恐怖分子的具体数量。根据我们初步侦查，有不下于20名的恐怖分子，100名以上的人质。这些人质并没有完全被恐怖分子所掌控，有的还散落在度假村的各个角落，应该已经藏起来了。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恐怖分子持有最先进的武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爆炸物，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他们肯定携带了剧烈的爆炸物，数量还不在少数。他们搞这么大动作，劫持度假村，为什么？我们推断，应该是为了这个人，赵云明，跨国药企华盛集团董事长，生物科学家。他来本市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他每次来本市一向住在情人岛上的度假村，所以我们确信恐怖分子是为了绑架赵云明而发起的恐怖袭击。他有什么特殊价值？他研制了一种配方，可以被用来制造某种特殊武器。当然，他现在已经放弃这项研究了，但是我们确信他有这个武器的配方和样本。大费周章就是为了获取配方和样本。这个武器对我们人类的危害将会是灭绝性。它灵活多变，适应性极强，它可以针对一个特定族群发起攻击，对其他族群完全失效。也就是说，一旦恐怖分子得到这个武器，也就得到了灭绝种族的杀手锏。不能让他们得到这个。当然，赵一鸣不会把它放在身上的，他应该是秘密存放在某个地点。恐怖分子来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配方和样本的储存地点，当然可能也有密码。恐怖分子这是一招死棋，而且我相信他们既然能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以这个前提为考虑。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打进去？是的，局长，时间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我们没办法要求一个生物科学家能够挺得住恐怖分子的严刑拷打，也许现在这个时候他都已经招了。报告，我们已经设置了无线和有线的防火墙，一切对外联络都被封锁住了，包括卫星信号。除了我们自己的波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与里面联系。他们现在就是知道也无法将信息传输出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们既然能够来，就一定有办法把信息传出去。绝对不可能，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没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电台呢？什么意思？如果用电台发报，你的防火墙能拦截住信号？现在谁还用电台发报啊？哎，如果是我的话，我很有可能就这么设计了。你的意思是
他们在用已经淘汰的电台发报，这是唯一能够穿过你防火墙的信号。好的，我知道了。局长，现在空军已经成功的拦截到了短波电台的信号。我的天哪，好险！你是怎么想到他们会使用短波电台的？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么做。所以我就未经允许，直接联系了空军，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你做得很好，给我提了个醒啊！这帮家伙是高度军事化的恐怖组织，要用军队的思维来进行反击。谢谢局长夸奖。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拦截了恐怖分子所有可能发出的信息，他们的阴谋已经破产了。下面我们就该考虑如何展开营救行动，把人质安全地救出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少校你怎么看？既然这是公安的行动，我们特种部队全力配合。现在我们有多少突击力量？市局特警支队的猛虎突击队，解放军特种部队的雷电突击队，武警东海支队的山鹰突击队，一共有3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突击力量。还有一支突击队，火凤凰女子特战队，现在他们已经盘踞带领，而且持有缴获的武器。4支队足够了。你看，我们这样。报告，我们抓获了2名女性。他们自称是火凤凰特战队员，由沙滩求助上岸。我要马上见你。去吧。在哪？好，我们继续。雷声，雷声。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受伤了吗？报告，没有，我也没事。好，很好。你们俩怎么逃出来的？我们发现厨房有个后门，结果没想到后面是个悬崖，然后我们就跳进海里去了，打死也不能被俘虏。好样的。雷神，云雀他们怎么样？他们逃出来没有？他们都很好。云雀他们现在一直在里面跟匪徒进行战斗。我们要去战斗。是。不行，你们现在还很虚弱。我现在建议你们到老狐狸那边去稍微吃点东西补充一下。另外把你们所知道的告诉他，警方现在非常需要你们的情报。明确吗？是。我看一看是谁成功逃出来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愧是我和雷神带出来的兵。老狐狸，我们刚刚杀了坏人了，我也杀了。好战士，好战士。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你们个个都是好战士，好战士。元宝呀，他们都在那等你们呢，快跟我过去啊！去吧，走，快！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训练的兵，那是必须的。又是谁呀？你，雷神。
我是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了。但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乱杀人。我只找我要的。赵云明，他是生物科学专家。他在读博士的时候进行过人体基因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当时各国反响非常的强烈，因为成果一旦外流，后果不堪设想。绑架他来制造特殊武器。有枪声。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投降了，投降，投降。走，去大堂。你你干什么呢？别跟他演自己。我去，莫洛托夫鸡尾酒啊！我去！快走！我说你出什么馊主意啊！我哪知道他们厨房后门，需要他悬崖边走。哎，你死不能当俘虏了！报告，我们抓获了两名女性，她们自称是火凤凰特战队员，由沙滩囚徒上岸。我要马上见。你去吧。在哪？医生，医生，你们俩怎么逃出来的？我们发现厨房有个后门，结果没想到后面是个悬崖，然后我们就跳进海里去了，打死也不能被俘虏。好样的！我看一看，谁是成功逃出来了？
不用了。不愧是我和雷神带出来的兵。老狐狸，我们刚刚杀了坏人了。我也杀了。好战士。好样的。好样的，你们个个都是好战士。元宝呀，他们都在那等你们呢，快跟我过去啊！去吧，走，快！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训练的兵，那是必须的。又是谁呀？你，雷神，给我。喂，雷神，我们在等待你的命令。现在指挥部已经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我们马上就要跟飞头进行接触，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可监控的手机通行。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们里边的情况怎么样，安全吗？目前还没有匪徒来找我们。他们不会轻易的去找你们，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你们有一定的战斗力，除非你们去惹他们，要不然他们不会轻易的和你们交手的。难道我们一直要藏到行动结束？当然不是，你们也是行动的一部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需要你们做指挥部的眼睛。你们一定要把里边的情况侦查清楚，为突击队的进入奠定基础。明白。现在我有一个难题。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请讲。目前的情况是，我的单兵数字侦察设备没办法带进去。也就是说，指挥部完全得不到你们在里头的侦察设备，这样给指挥部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样的营救行动肯定是越详尽越好，明白吗？我明白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途径可以把单兵数字侦察设备运输进来。好，想到办法之后呼叫吧。啊，哎，等等，还是打我电话吧。我第一次为你们违规而感觉到庆幸。如果你们不私藏这个手机的话，可能我们联系你都成了。谢谢夸奖，我们会想办法的。别再夸你。行了，通话完毕。下一次的通话待定。收到，通话结束，完毕。怎么了？雷神希望我们可以想到办法，把单兵数字侦察设备运输进来。这样的话，指挥部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拍摄的实时画面了。怎么送进来？各个出入口肯定都有他们的人。直升机空投呢？不行，就算直升机可以进行无障碍空投，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样的话，后面的突击队再想利用直升机进行空中输送就很困难了。说的有道理，他们肯定做好了防空准备，说不定还会对空射击，这样来投放设备的直升机很有可能被击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现在怎么办啊？英雄所见略同。你俩在琢磨什么？我们有单兵数字侦察设备。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对啊，智能手机都有这个功能。接下去，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还有它的网络视频功能，做单兵数字侦察设备。他们都有 GPS 定位系统，可以随时显示我们的位置。只要警方可以锁定度假村建筑的三维立体建筑，就可以对我们的位置实时监控。是的，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无线局域网络，实现实时通话。可是我们需要蓝牙呀。没错，要蓝牙做什么？通话呀，难道开着免提让全世界都听见我们在说什么呀？是这样，只要我们找到足够多的手机就可以做到。我现在就担心一个问题，智能手机是很费电的，我怕用着用着
没电了。拜托，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快联系雷神，告诉他我们的办法。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局长，我想请技侦部门建立一个无线局域网络，还有，我想建立一个数字化临时监控系统。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实施视频和通话的无线局域网实时传输。去办吧。好的。雷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开启无线局域网络。启动无线局域网络。密码是多少？811勾两。密码是我们部队的代号。收到。密码 ,81192。试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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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很好。打开视频。打开视频接收。视频接收完好。单兵数字设备调试完毕。检查 GPS 定位系统。那就是他们的位置。编号为 A1 到 A6。很好，非常清楚。局长，火凤凰女子特战队已经到位，您可以下命令。真没想到啊，居然是有手机。现在已经进入了 3G 时代了。很好。现在我们可以对里面进行侦查，清楚地获取情报。报告，我们也想进去。对，我们也想进去。他们都在里面，我们不能不去。我和你们两个想的一样。我也想进去。所有突击队员都想进去。可是现在只有他们六个能在里面。我现在需要你们两个稍安勿躁，马上加入雷电突击队，作为作战队员。记住，要听从老狐狸的命令。明确了吗？明确，明确。局长，我们已经准备好。好，我现在心里有底了。和他们谈判。是，我马上安排。少校，你的队伍抵近观察，占据位置，随时准备与公安和武警的突击队一起打进去。明白。我会把现场的情况传输到你的数字终端上，音频信号也接驳到你们的无线电。感谢啊。二位还在这愣着干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动手了。都怨你。怨我什么呀？哎，要不是你，我们怎么会逃出来？那你不得感谢我？感谢你，我恨不得骂死你。要不是你带我逃出来，我就在里面跟他们一起战斗了。啊，这都是谁能想到的事儿啊。哎。好嘞，到。一会儿你们跟他们俩一起出发。去哪？去他们俩刚才来的地方。明白。准备战斗。啊，那是好高的悬崖的。报告，我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出发。走，快走，快。那啥，里边看不见人。
他们可不是弱智，他们现在躲在里边，就是害怕我们可以直接明白。那怎么办？一定要摸清楚里边的情况，千万不能贸然突击，这很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承受。老师，你真的要派女兵去搞侦查？在我看来，他们首先是兵，其次才是女人。林雀，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时刻准备着。林雀，我现在就要传输度假村的图纸给你。现在你们要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对度假村的三个方位进行地毯式的搜查。第一个小组要去高处搜索，占据楼顶，准备迎接武警突击队的机甲。另外一个小组要去接近后门，为突击队去除后门的隐患。第三个小组逐渐接近大堂，也就是他们控制人质的那个位置。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敌人的话，尽量采取无声的行动，不要太惊动他们，记住。我不想人质因此而受到伤害。云雀和陆雪，你们明确了？明确，明确。很好。现在你们自行分组行动。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独立的作战。因为我不能进去，无法给你们提供任何帮助，还要看你们自己吧。放心吧，雷神。同志们，我们现在分成三个小组。迪莎斯和陆雪到到，芭比试香到到，我和灭海灵。我们三个小组按照雷神的命令，地毯式搜索整个度假村。记住，与敌人遭遇之后，一定要采取无声的战斗。姐妹们，同志们，我们刚才已经战斗过了，现在更加不需要犹豫。别的话不说了，出发。回电了吗？没有，没说准，也没说不准。奇怪，会不会没收到？我连续发了五次。有一种可能，我们的电台转播信号被中国人拦截了。中国警方应该没有这样的设备。中国军方有，在我们抓的人和困在这个度假村里的人当中有中国军方的人，这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那几个女的是中国特种部队。我们抓了他们的军医，还把他们的特种兵困在这儿。这惊动了中国军方，他们必须出面。他们是女特种兵？对，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人会逐一被杀。他们可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寻常的角色根本对付不了他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是我们计划当中，但我们必须要解决，就是要消灭这些特种兵。我带队去清剿。不，如果这样出击的话，会逐个被击破的。那我们怎么办？守株待兔，他们会找过来的。等他们找过来？是啊，你看看，这么多的人质在我们手里，他们投鼠忌器，和外面那些包围我们的军警结果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还有一颗炸弹，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放松啊，一定要放松呼吸。
你干嘛？出去！我这忙着呢。我让你出去。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走的，我不会丢下我的伤员。我让你出去把电话箱拿进来，你以为我放你走啊？这还差不多。莎莎，不要怕啊，叔叔马上就回来。叔叔，你真勇敢，让你走你都不走，你要陪着我妈妈。叔叔是医生。告诉你啊，我绝不会离开我的伤员。拿不拿？啊，拿，给我照看一下。不管你是真晕了还是傻了，我都很佩服你。没事啊。是林罗良，没错，是他。怎么派他出来拿电话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是想告诉我，他们已经知道他的身份，警告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哎。他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害怕呢？我应该能猜到的。我甚至就应该能猜到。他现在绝对是在里边救治伤员。我错怪他了。他肯定是自己主动站出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个军人。什么？看来我真的小看这个少校了，他不是我想的那种人，他不怕死。你可以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这里面有我的伤员，你告诉你们领导，我需要手术器械和新鲜血液。他疯了？他没有疯，他只不过在完成一名军医的职责。你要的东西。喂，我是东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猛虎突击大队大队长洪峰，这次危机的现场指挥员。我们现在应该谈谈了。我不想和你谈。你只能和我谈，我得到了全部的授权。砝码不在你的手上，在我的手上。我们是不会和恐怖分子妥协的。不会妥协，那我们还谈什么？谈谈我们怎样处理这次危机，怎样尽快结束这个麻烦。我相信这对你们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不，你说错了，这些早就在我预料之中了。而且我告诉你，我没打算活着出去。那你们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只想和一个人谈。谁？这个人应该在你的身边，他是一名军人，军衔应该是中校或者少校，他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这些女兵
应该是他的部下。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是公安行动，军方是不会介入的。军方已经介入，而且深陷其中，这不是你们想要的，也不是我想要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结束通话，后果自负。好吧，你可以和他谈。我能跟他谈什么呀？随便你啊，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中校。哦，少校。少校，你好。那些女兵是你的人？是我训练的。真不巧，让你碰上他们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训练很有水平。你是一名合格的军官，把女人训练成了真正的战士，不容易。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我更没有什么兴趣跟你谈判。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来谈判的。我天生就是一个战士，生来就是为了战斗。我现在在这儿跟你谈，就是为了告诉你我战斗的决心。少校，你不知道，我一样是个战士，只是我们立场不同。我跟你有一样的梦想，我知道你的心里想什么，我也知道你的底线。什么意思啊？我现在跟你描述一下啊，在我们的大厅中央挂着一颗炸弹，它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有特殊性。这是一颗特制的炸弹。怎么，你不相信？我当然不信。那你可以派你的防化部队来测量一下。就算是真的，你搞出这个玩意儿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啊？值得你这么去做呀？我告诉你挺好的，我只想要那个密码。把这个密码送出去，这个密码对我很重要。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我来这儿的目的不是杀人，不要逼我。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就引爆这颗炸弹。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我们就真没什么好谈，一切都不存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不会相信你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炸弹是真的。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你可以来确认一下。我要马上向局长汇报。我都听到了，你们还等什么？快申请防化部队介入。是。这次麻烦可大了。是。
行。没事吧？我没事，看来他们都是高手。武功再高，也怕菜刀。走吧，我们继续搜索。